节齐聚一堂，他们遥想过去，刀剑如梦，他们展望未来，充满信心。大家都记得武林至尊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莫敢不从，天下唯我独尊，收视勇冠三台，倚天屠龙记。69年荣获金钟奖的《小人物狂想曲》，坚持台式的理念，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期待多少盼望，每一个比赛的夜晚，我们随着哨棒小将打遍世界无敌手。红叶、金龙、西湖，这些名字让我们记得，在那样的年代，我们的心曾经不分地区、不分老幼，紧紧地结合在一起。观众，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，投手技艺超群，打击者身手不凡，非常重要，因为输赢就在这一球了。球投了个变化球，打出去高飞高飞，到中外野一直飞出去，全垒打，真是了不起，这是一个太值钱的全垒打，全垒打。各位观众晚安，我是盛竹如。32年以来，台湾电视公司传播新的资讯，
制作好的节目，我们用心在经营，我们还希望台视与您共创未来。今天晚上希望大家一起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也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欢迎主持人凤飞飞、田文仲。观众朋友晚安，我是方菲菲。我是田文仲。在今晚这么一个盛大的晚会里头，首先呢应该说几句比较有意义的话。好， Happy Birthday。 生日快乐。能不能分量多一点的，分量大一点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、气质再高一点的。高一点。福如圣母峰，寿比喜马拉雅山，高不高？高高高高。今晚在这里我们祝福台视福寿无疆之外，同时我们现在不妨从源头呢开始想一想。对，饮水思源嘛，在台视领了32年薪水的员工请你注意了、每个人加薪50%。对，好消息一则、这是你说的。也应该的呀，你说我们台湾有哪几家公司能够拥有32年的老员工呢？那倒是不错，台视是老字号。对，关键就在这里，台视从开播的第一天到现在的这一秒，我相信可以写成一本书。哪一本书啊？中华民国电视史。没错，这部书不但跟你我有关，跟全国的同胞都有关系、因为它忠实地记录了我们无数的奇迹。对，从台北看天下，我们看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我们的外汇存底是全世界最高，所以我们同胞出国在外就是扬眉吐气，另眼看待了。我倒有另外一个看法，提到这里呢，我们倒觉得有点汗颜。怎么呢？这个台湾的观光客到海外去，尤其到瑞士，这个手提包里面提的都是现金呐、一买就是十几个劳力士金表，这个过瘾了。是不是田大哥有这种花钱的经验呢？啊，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我的钱都花在那个选举上。哦，而且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没有关系，花钱的买经验，下次再来。是。不过从您身上呢？怎么样？可以看得出有什么铜臭味不成？不是，从您身上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国家不但累积了财富，同时也做到了真正民主开放的社会。没有错，在此我们慎重的呼吁，将来有任何的选举，千万不要贿选。对。要建立起我们良好的这个国际关系，我们也不要吃什么犀牛角，明天才会更好。没错。饮水思源，让我们珍惜拥有的一切。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今晚台视为您安排的台庆晚会。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特殊，为您精选了过去我们所播出非常轰动的连续剧的主题曲，让各位好好的回味一下。节目还没开始之前，田大哥，我们往后一看，这两个团都是台视乐团。这是一个团，这是台视乐团了、这是一个团了，一个团了。开玩笑，我在台视32年，台视的乐团只有21个，今天有40-50个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是台视32岁、同时呢，我们强调整个节目是以音乐会的方式，为了在歌曲方面呢表达更好的一个意境以外呢，同时我们在乐队方面呢特地邀请了全国最好的18乐的弦乐手加入我们台视大乐团，能增加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的一个水平。弄了半天还是花钱雇来的，是花钱。我以为是有台支援的呢。钱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先给我们最辛苦的乐团来个鼓励，好不好？我们以掌声鼓励由杨老师所带领的台视大乐团。谈到《星星知我心》这部戏，我就知道人其实基本的感情都是一样，一部戏的戏好到哪儿都受欢迎。不错，星星知我心不但在我们宝岛台湾非常的轰动，而且红遍了世界各地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，尤其是中国大陆，
不晓得赚了他们多少的眼泪，相当成功。紧接着我们介绍一首闽南语连续剧的主题曲《江煞景》，一起来欢迎李茂山。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台湾电视公司32岁的生日，我想在此也祝福台湾电视公司生日快乐，当然也盼望在台视所主持的强棒出席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继续的支持，继续的鼓励，上好是主持32年阿内都报喜啊，谢谢。真性情，江煞景，希望你会喜爱，谢谢。